Hello， 大家好，没错，我们就是要来开箱我们这个世界大赛纪念箱啊，好不好？那我们就是大家不知道，可以看一下内容物，就是有签名球员礼包，然后球队选择包两个，阶级上升，上升量重设卷，还有圣经装备，直接来使用哦。我最期待的当然是这个签名球员礼包，好不好？那我们先用阶级上升卷好了，我们来用我们这个惨不忍睹的老人63而已，好，我们直接拼一波，看能不能到70啊。上升到65，好了，至少有进步。其他技能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弄它就是很惨。那我们球队选择包开始用，你们要练纯阳基队，我们就都用阳基了。哇，可惜，我不过是全胜卡，但好像是银卡而已啊。田中，哎呦，这个是一个征兆吗？来了，签名球员礼包全起来！哇，可惜了，银卡。我看一下是谁。哇，这个队就错了，直接拜拜。他不是很好啊，蛮可惜的，没有中到我想要的，没有中到我们纯队的。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啦，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哦，就是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世界大赛纪念礼包到底抽到什么好的卡，欢迎大家分享。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如果喜欢影片的话，可以按个赞，然后按个订阅，也可以开小铃铛，这样才可以收到及时的发现通知哦。那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